刚才那个主持人提了一系列问题哈，我想呢围绕这个主持人提的问题呢来着重进行讨论。那个首先呢就是这个川金会的那个双方的成败得失哈。刚才张女士说呢，好像这个北韩方面啊得分稍微多一点，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就是美方提出的那个 CVID 对吧，实际上就进去一个概念，就是全面。但实际上呢，这个立场呢和以前达成的协议啊是一致的，包括那个在此之前那个南北双方这个通过的那个宣言，还有这个2005年啊1992年以前的协议都是只提了全面，这个就是说不可逆呀、可核查呀，这两个概念没有进去，所以从川普这角度来讲呢。他只是维持住了原来的所达到的这个要求，北韩这个核裁军两个概念进去了，就是 C 和 D 啊，全面核裁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金正恩呢可以说得分多了一点。我觉得呢从川普角度来讲哈，他得到的好处呢，一个呢是就是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大幅度的下降，然后呢得到了这个北韩的一个承诺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强调了他以前已经做出的承诺，但是现在这个不同之处呢就是在他最高层双方的这个国家的最高层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承诺这个契合，所以他的有可能实现的程度稍微提高了一点，因为显示他的方面这个严肃性啊认真性啊在最高的层次啊，所以你要再欺骗呢、再这个反悔啊，难度比以前会大一点，但是我完全不能排除他未来还想欺骗或者这个可能性。那么如果他不想欺骗呢，他也可能试图啊拖延这个过程，这个是最可能的。但是另外呢，这个从川普角度来讲呢，他因为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领袖哈，他也考虑这个全球政治，考虑这个地区安全、地区政治这个角度，他也会有很多考虑。我觉得呢，川普另外得到的好处呢，就是这个NPT 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也就是核不扩散体制，这是联合国下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制，而且是全世界裁军领域参加国最多的。191个国家吧。另外呢，就是美国这个在全世界的这个作为一个第一超级大国啊，这么一个对世界局势，尤其是安全领域的局势负有特殊责任的，它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我们先不要说在国际贸易领域，它最近实际上是削弱了它自己在国际这个政治中、国际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了啊，但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安全领域，它的地位是提高了的。那么，另外呢，对于全球核裁军的这个过程，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也从而呢，这个使得全球核裁军呢，得到了一些好处。那么，从那个金正恩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他试图得到和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然后现在呢，以前呢他为什么老欺骗呢，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搞成核武器，他的那个洲际导弹也没有搞成，那现在他觉得他搞成了啊，那么他就想呢，一个是除了和美国平起平坐以后呢，他想用这个核武器啊和这个洲际导弹呢啊这个
来换得一个大的价钱来这个把它摧毁掉，从而呢他觉得值得啊。另外呢，他得到一个机会呢，他真是想，我看是啊，想推动他的自己国内经济发展，而他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呢，他不放弃核武器是不行的。另外呢，保护他的政权，对吧？另外就是大幅度的降低和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都是他希望得到的。因为如果发生可能性的话，如果发生美朝冲突的话，这个政权会被消失摧毁掉。第二就是从美朝关系的未来的展望哈，那么我觉得呢，这不同之处呢，就是这是以前美这个两个朝鲜，实际上92年那个宣言啊，是两个朝鲜之间宣布的，就是朝鲜半岛这个去核化，不是六方会谈的。那个05年的那个宣言是六方会谈第四次的谈判，那得出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双边的声明，这个北韩的承诺去核化，这个刚才就像张女士提到哈，但是后来实际上他都这个违反，而且是偷偷的啊，这个违反。那么关于美朝关系呢，未来呢，我觉得呢，应当呢，主要的趋势应该是好转，大幅度的好转，甚至川普推特说，或者他公开讲，他说北韩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威胁了，那个大家可以睡觉睡得更好哈、啊，也是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为时过早，我同意张女士的看法，而且但是呢，这个他们现在已经允诺双方7月9月就要这个互访，对吧？这就加强了这个美国和北朝鲜之间这个发展关系的一个势头，而且这个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互访的话，对于这个大幅度的改善这个美国和北朝鲜的关系，甚至呢正式建交啊，那个签署和平这个条约，包括这个中国和韩国哈、啊，或者是中国都签约，这个应该是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另外呢，但是呢，也这个关系未来发展到底怎么发展？我觉得一个呢是看这个美国这个谈判的技巧，美国呢是怎么样啊，会不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更加有效的改变这个金正恩，在他选择要不要发展核武器，还是呢放弃核武器，从而发展和美国的关系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从而来推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的这个风险和报酬的这个一个计算，每个人都有这种计算。金正恩在做出重大政策决策的时候，他有这个计算，要让他看到呢，就是推动和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这个和西方世界的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呢，那个报酬呢是大大的超过了你通过发展核武器来维持你这个政权的存在的这个风险，这风险会太大，所以让他改变了他自己的这个计算呢，从而来改变他的行为。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一系列行为呢，都会有这个结果，尤其是如果美国的这个干预呢能够更加有效的话。那么关于这个中国与北韩关系未来的这个演变哈、啊，两朝关系未来如何演变，那个现在那个有一些这个西方媒体啊评论说，这一次呢这个美国和北朝鲜的这个达到的协议呢，背后有中国的身影，而且实际上是接受了那个中国的议程哈、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体现出来中国未来的作用有可能会更大，因为这个川普连那个就是他们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按照中国以前提出的路线图啊提出来的，这个比如暂停和这个军事演习啊什么的，甚至未来考虑可以从韩半岛撤出军队，这些超出了美国国内的不同党派，甚至国防部都这个没有做好准备，川普会这么宣布哈、啊，的预期也是超过了美国的媒体的预期，但是我觉得川普的这个提出这个做法呢，不是说他跟中国的这个政策符合我就赞成他，但是实际上呢，从谈判的角度来讲呢，双方呢，保持一个这个
也就是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做法呀，用一个大型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啊，就是如果你要获得谈判中的胜利，使对方和你合作的话，最佳的这个谈判策略就是一报还一报。那么既然现在北朝鲜这个走出了第一步，甚至把他那个丰西里的那个这个地下核试验的那个至少是门口给洞口给炸了哈，那么美国呢要跟他们认真的谈判，那么在这个谈判期间呢暂停这个军事演习，我觉得是一个恰当的举措。不是说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啊，就是不是美国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美国原来不同意，就不应该采纳了。那么我觉得呢那个未来的那个北朝鲜呢会进一步的学习中国的精改啊，而且学习中国的那个开放，但是也看北朝鲜到底这个去核武啊会走到什么程度。如果他不去核武，那么他的开放就是空话一句，那个联合国的制裁会继续保留，美国会坚持，即便缓和都不会缓和很多，那你这个想开放也开放不了，中国也帮不了他的忙，除非偷偷的干，违反联合国决议，那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他也轻易不敢做得太过分。那么关于那个两韩呢，我觉得两韩关系会发展得更快一点，会有可能会走在这个美国和北朝鲜的关系的发展的之前，而且呢文在寅呢会试图推动美国和日本呢进一步缓和和朝鲜的关系，因为他是这个如果朝鲜半岛打起来的话，他是直接受害最大的一方，所以他通过改善他们的关系啊更加这个积极。那么关于这个未来日本哈、啊、希望举行这个安心会啊，俄国也立即邀请金正恩访往啊，那个就是金正恩现在显得好像是炙手可热哈、啊，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显示出呢就是说韩半岛的这个安全和它的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它的地位啊，和平是不是能够得到维持，涉及到这个和很多地那个其他的地区的这个状况啊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呢，就这个地方呢直接影响到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四个大国的直接的利益，美国、中国、日本、俄国。因为这四个大国在过去120年中在朝鲜半岛上打过三次最主要的战争，这三次最主要的战争呢对这个不光是对于东亚的局势，而且对于整个的世界政治都带来了很重大的变化，而且对于各国的国内的政治，国内的这个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后果也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个俄国啊日本啊马上就愿意就插进来啊，现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们是被这个放在一边了，置于一边的，他们现在努力的要重新进入游戏场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他们呢大家呢这四方啊都试图通过自己的那个努力的干预啊，当然就不是这个军事干预了，就政治干预，来使自己的利益呢最大化。那么关于那个川军会后的这个中美关系哈，我觉得呢这个中美关系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韩半岛这个发生的情况对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啊在未来的20年，比如说30年，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美中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是75%。但是呢美中这个之间发生战争呢，它会有几个隐性，就是一个是朝鲜半岛，第二呢是这个台湾海峡，台湾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南海问题，那么第四个呢是钓鱼岛。大概的这个从重要性来讲也是这个顺序，或者从它的这个隐性的重要性来讲也是这个。那么未来中国呢在朝鲜半岛我相信会继续努力发挥重大的作用。虽然在这次谈判过程中啊，美国把中国啊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搅局者啊，但是呢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呢却被美国都接受了。这说明呢这个中国的作用呢
应当从美国角度来讲呢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么但是那个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呢，韩半岛的影响只是一个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呢就是中国的崛起使这个守城大国感到恐惧，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角逐会进一步加强，尤其考虑到呢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天壤之别啊，那么所以呢使得他们的地缘政治呢角逐呢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如果即便是朝鲜半岛的情况得到这个控制得到管理，但是如果另外三个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不得到解决的话，不得到控制的话，那么中美的未来的关系仍然会这个地缘政治的竞争会加剧，而且呢在这个这两国的地缘政治角逐呢不仅仅会仅仅限于东亚的和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带，而且会扩张到这个中东。现在这个中国试图把这个伊朗拉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对吧？现在普京还不同意，但是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啊。现在是等于实际上呢形成了两个世界上相互不大这个竞争超过合作的，或者主要的它的关系的这个主导因素呢是竞争这样一个因素的两个集团在全世界进行的一场地缘政治角逐。所以呢这个角逐呢会对这个未来的中美关系是很不利的，而且使得这个未来的这个战争的因素、冲突的因素会增加。那么关于这个北韩未来会不会出现重大的改变哈，我认为呢是有可能的。那么这要从那个几个层面来分析哈。一个呢就是金正恩他的政策到底他的走向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呢就是由于啊这个金正恩政权他的国内经济制度哈，这个是就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他现在政府仍然能控制这个朝鲜经济的50%的 GDP， 另外一半逐渐市场化了，这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的，因为人们认为他不会松手。可是呢，因为这个金家政权啊，由于西方和这个联合国的制裁，他被削弱了以后呢，他的控制力对经济的控制力也被削弱了。在此之后呢，反而这个市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他的经济比以前还活络了。那个这个老百姓现在没有这个援助了，反而要努力的让他们自由的去发展，所以呢经济还有所好转。但是所以他要把经济作为一个主要的主攻方向。那么如果他要把经济作为主要发展方向的话，他就不得不要这个放弃核武器。当然他希望让他自己成为一个核国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必须要这个改变他的行为，要去核。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呢这个国际社会和美国呢加在一起呢通过他们的干预呢就逐渐改变这个金正恩这个所谓的风险报偿的这个计算。那么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在改变中，那么未来这个两国首脑的互访会进一步的改变他的这个风险报偿的这个计算。从那个这个一般都是就是计算，就是比如说风险和报偿都是低啊，或者是那么就是这个还有呢就是风险高于报偿啊，还有呢就是报偿呢高于风险，或者呢报偿和风险都高啊，这是四个不同的这个选择。但是最好的选择呢就是风险呢小小的啊，报偿呢大大的。那么金正恩呢如果他意识到通过发展和西方的关系、美国的关系，他的报偿会大大的，而再继续发展核武器呢风险是太大，以便使他甚至承受不了。那么他如果有这个计算改变了以后的，那么这个金正恩的去核就这个可能性更大。当然他目前啊是想拖这个过程啊，当然他希望国际社会承认他成为这个作为核国家，但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他在认识到弃核是他唯一的选择的话，他就会慢慢的弃一点核换点东西，去点核换点好处。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应当呢是让他不仅放弃核武器，而且呢
洲际导弹，而且呢中程导弹，而且呢其他的化学生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时呢它的常规军备也应该呢这个裁军，那么使它的这个常规军备的威胁，尤其是对南韩的威胁也要这个减少，甚至呢应该提出人权问题，要求他呢改变国内的人权状况。那么在这个川金会的这个协议中呢，提出了这个双方同意要在美国呢会帮助朝鲜呢来这个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和可持续的政治机制啊，甚至一个政治制度。那根据这一条的话呢，美国可以塞进去很多东西，甚至包括民主化啊，就看美国怎么做了。